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伙祈祷。今天是六月十七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安尼讲：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伊要做我的子。撒迦的祈祷，互阮得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统管万物、掌管一切的主宰，你是拯救阮脱离罪孽，更是互阮脱离死亡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盾牌，阮心内倚靠你的，就要得到帮助。所以，阮的心欢喜，阮也要用诗歌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敌我安的对敌攻击我，危险威胁我，这些艰难临到我的事，你应允我，你要做我的上帝，来为我出手，你要做我的老爸，来保护看顾。你予阮有毋忙甲困难，因为你是予阮得胜的上帝，你要予阮承接你的产业甲土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主帮助让我们每一天都过着得胜的生活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